颁奖，噔噔噔噔噔噔。你拿起来了。哎，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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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哈哈哈哈哈。今天是2022年7月16号，礼拜六，现在时间是下午的，晚上的6点，因为这边白沙湾就是说只能到6点，所以我们是今天1点多到这边，然后先去民宿，然后3点来这边玩，然后我们玩到现在6点。白沙湾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这是我第一次到海边玩，真的是超棒的。然后现在6点，我们要回民宿去洗澡，洗完澡再去吃晚餐。谢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，感谢，谢谢上帝。